天十二期终于完成了，谢谢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刻了，加油！终于回到市民基地，表情如释重负。抢攻选战倒数24小时，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完成一天扫台北十二区。上午从市民基地出发，从蓝营大票仓文山前行信义松山，再到黄珊珊大本营南港内湖抢票，再经由中山到士林北投，最后一里路还找来他帮忙。台北要改变，改变要靠蒋万安。用老市长的身份帮忙宣传，两人从士林北投往大同区走，原以为会巧遇同样在大同区扫街的黄珊珊，但没有。车队在经由中正到了万华，蒋万安还刻意停留，拍照握手签名，来者不拒。会在中正万华停留，除了要加深万华不是破口，力挺万华人的形象。2018年台北市长选战，萨卡都代表国民党的丁守中只以3567票输给拼连任的柯文哲，而两人差距最小的地方就是中正万华，也成了蒋万安抢攻的重点。黄前副市长在选举过程所提出好的政见，未来我会做，也会把它做好。我的另一位对手陈忠先生提出好的政见，未来我们也都会纳入参考。说对手好的政策都不会否定。选前24小时，蒋万安加足马力，就剩选前之夜这一役。晚上见，晚上见，市长谢谢，市长谢谢。TVBS 新闻刘立雄、韦佳琪台北采访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、国际新闻，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